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嘅主题系颂赞充满大地，第二部分。神造万物嘅本质系快乐噶，神将呢啲赐俾我哋，更加将自己赐俾我哋。我哋真系应该好快乐，用最灿烂嘅笑容回应佢热烈嘅情爱。神有颗跳舞嘅心，系最喜乐嘅神，佢要天地海都一齐嘅欢乐。甚至诗篇98篇讲，当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，海都要澎湃，大水要拍手，诸山要一起欢呼，因为他除去一切难了快乐的原因，并且带进一个爱的世界，充满整个宇宙。虽然犯罪一切都是差了世界，但他还是活出那个，可以说这些植物他本身神造的那个本质。这人未犯罪，看那些我的花那些树比现在更加哇更加欢乐的。我也有福，我就真的比多信山，我估计多些去到就是他创造界那里，那个喜乐的创造界那里。不单是对心灵，就是对身体的情绪都会好。好，我哋想唱诗篇96篇啦。嗱，诗篇一次次讲到呢方面，所以系好紧要嘅啲。谂知道审判就唔系好玩嘅，同埋咧未得救嘅人咧就会灭亡。虽然讲，但都系要快乐。咁佢拣呢个冇法啦。一次讲到咧，佢嚟审判，但系嗰啲植物嗰啲咧，一样系好快乐。当然今日就算核烟弹抌落嚟，我相信啲红花照又笑得咁灿烂噶。一神做佢啦，本身就系要佢欢乐噶，而且带俾人欢乐。神做好多嘢，你睇啲雀仔，呢只仔喺度唱歌噶，一早就唱歌啦。啲公鸡都会叫，总之昼夜都系有啲好嘅声音噶。晚上佢重声嗰啲交响乐。就青蛙、蛤乸嗰啲啊，喺度呱呱叫啊！嗰啲蛤乸、青蛙等啦，我听嗰啲啊，有啲喵喵，有啲嗰啲叫法嗰啲，有时落雨咧就各种声音出嚟，系好噶。啊，仲有其他啲咁啊，即系都系有音乐噶。咁咧，雀仔佢话。你应该唱歌啦，你应该快啲。我一曲走天涯我都唱。今日主救赎咗你，你系咪应该歌唱啊？要快乐啊！神做啲今日喺度啊陪衬，一成根本都系提醒你啦。要睇见佢恩典，佢祝福，佢俾你嘅嘢，就将你自己俾你自己咁讲。佢又将佢自己俾过你。嗱，我应该快乐啊！即系主同阿爸将佢赐俾我哋，我哋系应该快乐。其他嘢算咗不啦。咁我睇诗篇96篇第11节至到3节。嗱，所以神想天地海都系快乐嘅，啲海咧好似拍手咁样，或者水大水拍手，先又讲，所以唔单止你拍掌啊，佢啲水都。今日神做咗你啦，有个乐器，啊，随身携带呢个拔啊，老麦唔系咁识笑噶，系咪先？你见唔到条鱼喺度嘿嘿嘿噶嘛？见唔到啊？只猫比佢似啲，但都系未咁咩话？你睇啲动物好少笑噶，啲狗喺度呜呜得，但笑笑就难啦。你话其实你有最美丽嘅笑容啊，神俾你。同埋我讲过啦，我应该以最灿烂嘅笑容啦，回应佢烈焰嘅爱。我唔好俾嗰啲超过我哋啊！啲动物都咁快乐，啲植物咁快乐，就反而我哋最深帮啲相熟嘅啦，有佢一份无比嘅爱，同佢自己啦。我哋唔快乐系好唔应该啊！你睇到啦，所以森林啊啲快乐有声音噶，一齐做埋啲风，产生好多美丽嘅音乐。田又发声，
海又喺度拍手掌。但睇天空中嗰啲银河众星喺度旋舞噶。我呢首歌系讲到单纯啦，爱嘅舞蹈，佢就带领呢个爱舞噶，即系神自己。佢使哇啲银河咁劲喺度旋舞，啲电子咁细一样喺度跳舞，可唔可？我讲神佢有跳舞嘅心，哪怕你只眼开咗啦，睇到佢创造嗰啲嘢啦，系快乐噶，就表达出嗰创造者本身佢个喜乐嘅心、跳舞嘅心，佢系最喜乐嘅神嚟，本身就是最喜乐噶。咁佢都成咗我最喜乐噶，即系我到佢面前啦，我得到最大喜乐，佢就满足我的心啊。主佢嚟到审判啦，就系带进嗰个千年国啊。所以审判就是除去那些阻碍喜乐的人，压迫人那些恶人啊、欺压啊，他全部将这些制住了。接下来他制住了全世界那些恶人恶人。带来一个千年国啦。最后呢他带进入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。全个宇宙全部一切那些恶人啊、魔鬼啊全部困在在地狱里面。再没有一粒尘的阻碍我们的快乐。爱的世界充满了宇宙，我都应该学习啊！佢哋唔单止向小朋友学习，亦都向在创造嗰啲啦嚟学习。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，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。他要按公正审判万民，审判万民，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愿爱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愿爱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愿天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，那是树林中的树木，那是林中的树木，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欢呼，因为他来了，他来要审判全地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审判世界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，审判万民。死个万物太息劳苦，等我佢嚟，万物复兴，等候我得赎嘅先嚟到。主翻嚟嘅时候，我哋身得赎，我身得荣耀变化。就跟住咧，我帮主一齐降临，带进呢个千禧年国，万物的复兴。即系谂起咧，主升天嘅时候，啲门徒都话万物复兴嘅时候，佢谂紧呢件事。但主话咧，先系要教会完成。佢哋咧去到地极，我作见证。所以教会定完先啊，佢得着佢最宝贵、最紧要嗰啲啊。但系佢嚟噶，主第一次嚟已经系大喜嘅信息，但佢再嚟带俾啲世界劲嘅喜乐。边度有主，边度会快乐？你亲近主，你要快乐。佢就喜乐嘅源头。好宝贵，佢第一次嚟咗啦。报俾你咩大喜嘅信息，就今日喺大卫城里面啦，生咗救主，佢嚟啊！我主佢嚟到咧，佢整个爱嘅路程啦，都系带俾佢快乐。都佢自己就一切喜乐嘅中心，即系源头。所以一次次我哋睇见啦，嗰啲咁欢乐，我哋更加要。我再唱埋九十八篇啦，第七节我就唱。
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世界和住在期间的也要发生，愿大水拍手，愿大水拍手，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，因为他来，他来要审判天地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审判世界，按公正审判万民。